狗头中单这么高，哎呦算了，我带生命成长吧。更多火药，炸到了，一级鳄鱼并不强。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过来挨了一顿毒打，吃了个药跑。那么请问他亏了还是赚了？兵线也没推到。现在自己还畏畏缩缩，收点钱先。仇恨将沾满鲜血。烧吧，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。再见。哎呀，我车没了，我操！又一个，憎恨是小孩子的优势。这不是亏了？再 Q 下，那还好。主播被潜规则过吗？没有，但我希望有人能潜规则我。操，车又没了，都怪机器人给那晃，给我车晃没。推线推慢点，我等个点了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。这有些人吗？我操！更多火药。能不能滚？啊？还是弯刀，我都无所谓。Q 啊！那 Q 半天 ，Q 都 Q 不来，还搁那瞄。心是铁做的。哎，我要是买这个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小兵 Q 死？直接能把小兵处理，一会拿十字镐和收集者就好。当心大妖虫！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Oh nice， 漂亮！卖了的话亏两百六左右，260。那我买个萃取，如果萃取打完的话赚180，260减180，那就亏80嘛，只亏80，这不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你喜欢抢桶子，又会让你抢个够。当心炸药桶！屌毛！这种我都没想过他敢上来抢，你们知道不？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又用 W 抢是吧？给我人都整懵了。不行，我得杀他一把，让他老实一点。
这也不补。放，哎呦！更多火药，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先撤了。啊！我操 ，K 头！还想奔杜城？你要不要脸呐、啊？本地的帮会真是太没礼貌了。K 两个头，吃兵，还要吃杜城。我忍不了了。一般 K 别人头的人都会说这句话的，我不 K 你死了，包括我。烧吧！啊？不好越啊！你撤一下，你别扛啊，没必要扛。他耗他就好了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冲啊！烧吧！鼓掌，鼓掌！发现了后。出发路线。卢贤还在滑，卢贤，你看刷个被动去。不要有侥幸心理。有 K 哦。看到没？如此简单，如此 beautiful。拿两刀，哥们，能否为我留两刀？我要暂时远离。跟大东一样游走，是不是给野子笑了？王者荣耀是这样游走的吗？该呀，两百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烧吧！好受多了。举伞。背叛。一刀做掉，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有狗。我倒是一把匕首。当心炸药头！啊，啊。那么我有点事，让我先走。我操，被点死了！你妹！我们最终还是糟了。不过船长伤害可能高点。我没说过，哈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不要相信比尔吉。太慢了，怎么你不服啊？
每次都是这个逼狗头。今天第一天开始直播，主播胆小内向腼腆，希望点播订阅支持一下主播。我为了要这个订阅，我都是鼓足了很久的勇气我才敢开口的。谢谢谢谢 Thank you I love you。